国庆连假，慈济心态联络处每天都有100多人来报到，分工合作制作福惠红包，用幸福也分享给别人，然后也自己在做的时候，也会觉得很欢喜。这份欢喜是一年比一年多。负责前置作业的总务窗口事多但心不烦，这次要制作20000多个，大家都是惜老夫幼一起来参与分享这份祝福。每天看到的红包就已经欢喜充满了，而且我们每人都在做，每人都在做，这是我们的荣幸。在万华静思堂，杨秋玉带着90多岁的老妈妈来做志工，她手脚利落，精神也比待在家里好很多。当然起来的时候，她已经坐在那边，已经在等我要出门了。张彩云同样每一年都会来，这是全家最幸福的事。就是欢喜这样，就是可以，就是尽一份力这样子。我的女儿跟我儿子，跟我一起来做福惠红包，真的很发喜。要完成福惠红包，制作的步骤多，每一位都是重要的一环，各司其职，也都期待拿到的人能和他们一样感到欢喜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台北综合报道。